咱们这个也是拉界的朋友们，又打造一个好的平台。 大家又是2024年2月28，在衡水饶阳县春子镇又举行了第二次啊，一年都是一年一度的第二次马车节。到这儿，大哥真是马友们都是咱关的老马友们，都得感谢大哥这个平台啊！欢迎朋友们来，欢迎朋友们来啊！欢迎朋友们来，真是啊！ 兄弟，买吧，老张，剩下是肥油，剩下是啥都行。没有这个历史上啊，是没有人。我跟你说，山门南看山门南，你能听说？兄弟，两边的远边的人了。 好久不用写行为，我给撕了。这个不该吃，这个不该吃。免费我家的，不是免费，这个可不该吃。这个马蹄子。 圆一下边就行了，不用缠脚底。 是他们自己家的马，自己给他吃的。你也尝一口，中了哪里？哎，有。 一万三嘛，一万三，不要嘞！我给你几万一万八了，我给你。昨天买的，你打好了就行了。一万三买的，要一万三了。这就一万三吧，这不是二十块？这又把我坑亏了吧？朋友们。 几万块钱买不？不卖。这不是一万三呀？我这不是。你万三买骡子，给把这马子不卖上了？那个贵点买，贱点买，卖的快。你卖他一万，给他卖了。是是是。哎，这不是。这瘦着嘛，没多少。这马应该翻，得翻过来。明儿两不行，一会儿都鸡巴吃饱，别人烧过来。你这事儿我这玩意儿，鸡巴这都不烂这头。我跟你说。
来，可以找个好的菜市远点的。来。要不就没什么，这都是干点的，这个东西你没有料吹的，这东西拿橘子没料吹你起不来，还是我死咬这毛巾，还死咬还不可能吃，你这也不能咋样了，不见得咋还没咋样。你现在帮工，你现在咋回事？不是帮工。那个还疼。喂，李总，好的，车子有吗？这我吃不了，我都在那啥。这汤不汤不？汤不汤不？我想死你了！嗯，我走，要不先去这免费，这免费。他躺上去了吗？两个钱。哎，又不行。这个地方，我怎么了？我这是没这个热度。他不经啥事儿啊？我经我不想去。哎，那这个可难回来。我说